范冰冰曾是众多人们心中的女神，在得知与李晨相恋时，也是帮李晨火了一把。那时候范冰冰的事业是在上升期，经常与李晨同时出入各大综艺节目，微博上也是恩爱秀个不停，让人们很是羡慕。两人在一起很久了，李晨陪在范冰冰身边，目睹着她从风光无限到现在，经历了前女友的各种找茬，如今还坚持在一起，倒也真是不容易。李晨也被误解过，被网友说成渣男，一路走到现在，能看出他对范冰冰的用情专一，不离不弃，也让人很是羡慕啊。出事后他没有在微博上天天说爱，在范冰冰最无依无靠的生日时，在朋友圈发了最温暖的四个字，生日快乐。另外他还发送了一条微博，甭管多难，咱们一起度过去。范冰冰也应该是非常感动，人间值得四个字表达了他的心路历程。在危难时刻，李晨的态度并没有丝毫转变，这才是真正的男人。两人在一起经历过酸甜苦辣和人生的起起落落，这样的感情才会更加深刻，刻骨铭心。